说守灵的那几个晚上，生的人会回来看亲人最后一面。夜里你守的是谁？在狗灵堂完成的东西，你小心啊，回来找你算账啊。回来的又是谁？去世后阴魂不散，就在这间大屋里面徘徊啊。看不清的真相让你陷入恐怖漩涡。你对我隐瞒的事实，是你在骗我。守夜，未来电影台陪你度过漫漫长夜。